你可以利用驾车嘅出发时间功能，令到驾车喺出发之前自动开启空调系统。喺设定目录中选择出发时间，你就可以设定时间。完成之后选择于出发时间预先启动空调系统这一项功能，驾车就会在预设时间之前预先开启空调系统。